告家危机。告家 ，K Pass 吗？欧巴团队呢，又来直击我们金曲的入围歌手们。首先呢，我们就要来欢迎首度出击就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的杨素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素浩老师。嗨，我们等一下来玩游戏。好，那我先稍微讲一下我们要怎么玩。待会呢是由我来猜，然后你要试图就是用嘴型或者是任何的方式让我知道题目是什么，答对三题以上就可以获得欧巴各社群联动宣传歌手的歌曲。那如果呢只有猜到三题以下，就有一个小惩罚，你要拍摄长辈图滤镜发在欧巴社群上使用。这根本就是考我耶，就是在拜托你啊，对不？我尽力。你有认识我的歌啦？有。OK， 你会紧张不？我还好。啊，你还好，我也还好了。刚跟老师聊一下，听说你有生那皮爪。哦，对啊，就去年在录专辑的时阵，录到尾啊，因为学校的工课，跟专辑的工课是压力真大啦。嗯，啊，就生一条皮爪。辛苦值得啦。有啦，可以啦。啊，你准备好啊？我准备好啊，应该会开始啊。好，来哦，第一题哦，好大声哦。宜兰。宜兰吗？嘿耶。灰金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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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告家危机，告家危机，告家危机。可以 pass 吗？好 pass。五席，耶嘿，三题了，耶、yeah, yeah, ，五席前面是什么啊？告家无一计。哦，告家无一计。我刚才一直想说，到底是什么？好，谢谢我们的杨素浩，谢谢，耶、yeah, ！再次祝福你，这次成功的拿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素浩，追踪你的国民欧巴，一起成为娱乐 C 位吧。